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橘色衣服的旁边都有做一些这个佣兵的时候我们进来的啊，其实不是，他们就是以后的要一起就是他们的就是同辈，就是这些人其实是不是毕业生，他们要入伍，也就是说他们会一起比赛一起表演，他也是以后的战友，所以我们先让他适应一下啊，稍微认识了解一下。当然不只有这两个，可能还有好几个，我们在这边再带领。好，那请 A 团的同学请就位。